这种照顾人啊，今天就比啊，你搞点。今天你好。真的啊，哦，看你去遐呢哦，就表示我讲的每一句话拢是对的，拢是对的。你卖点啥人？我是这样骗，你讲话卖赚，卖点啥人？你愈晒人，就互我感觉，你愈骗。我刚想要安怎？我是骗你。我只是无想要互杜晨安利用你的感情，靠你会使啦，好不好？你真的要骗？你以为没有第二个吗？靠你会使啦，好不好？杜晨有需要的时阵啊，就会找你利用你。啊，无需要的时阵，可以看你一边，看你一双破鞋啊，就是你这么安尼啦，我看你一个人伫遮，你较最忙嘛，搁那小宝嘞，真可怜嘞。我无需要你的可怜，你真可怜，这个笨手。我跟你讲，看见你这样搞，第一个是没有你，第一个打我的时候，在最下面的时候，哎呦，对啊，就我，然后就站起来。你是看吗？快到的时候给你叫去。再一次，你可以快一点。再一次，我不能在我面前想要作假，当场抓到，太慢了。好啦，我在打，但是我带戒指，我要连戏了，我怕你出那句喽。啊，打真的？没有，他说他带的那个就是手指虎，你知道吗？哦，手指虎，对，打真的。然后就这边抓了一条，好，起来。我就领个醉吧嘛。然后就打，然后我要再打。你敢跑啊？唔该，你乖。我叫唔叫这个笨手，我叫这个笨手。叫你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太快了，太快了。同学后面过来就可以跑了。你们乖，我叫唔叫这个笨手。走走。你卖手工，你真的了不起啊！你讲他叫你有骨气。嗯，骨气，大棒哦。这是十万块，只要你听嘞，卖叮当，钱就是你的。五百，你的公升球。我看到了，敢是你的公升球？你有迄这钱你要按？我这。一百啦。哇，你们送我？那我 OK 的，多厉害！怎么加这么满？你。闭嘴。卖叮当，这边嘛。我养两斤。我想发财一柜的，我加班靠实力耶，五套涨。他们是不涨了这边。你现在短休假，今天要发财了。他们说应该是我急休，那你急休这样，有杜晨过节哇，你看都可以改善一下。你讲只要有钱，你什么代志拢愿意做的？这边。会的，我对袂住，我爱。拿一个下来就好了。拿那个卡走。一个一个。你有到底有兴趣哦？有兴趣要赚这条无？要赚一条这条无？你在做什么代志？你带我来讲一讲。这嘛爱看啊，这条是偌大条啊！你去公园，你去抓夜啼，你家己夹啦啦。你是讲？安尼就假着，你有影是善食人。你若是真正提出这笔钱，那我做啥拢会赢啊？你讲。糟蹋杜晨的未婚妻，这小可代志，我处理。算你头壳清楚。前后是真的，我们的一张前面是你的，后面是我的。我刚才说我这样打的时候，闻到那个真钱的味道。为什么这换成真钱的？那中间是。你说刚刚没有就跟我讲后，然后怕然后玩坏了。这样都会碰到水哦，那我就不管了。真钱碰到水应该还是值钱吧？还是值钱啊！他不要乱破损就好。我跟雨杰的第一场舞池，剪接嘛，啊？没有啊，刚刚。
不会，好 ，OK。这个打巴掌要先真打吗？要，这个打巴掌真打了哈 ，OK。好，来准备。你真可怜的，这个笨手。来看，我们再一个。我已经很快了。对对，但是我手已经。我知道出去了。好，来准备，再一个哈。来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。真可怜哦。我这么说你也可怜，你真可怜的，这个笨手。你干嘛啊？来卡！对，我要再上一个，是我的错。不能软掉。康软。卡。有点打不到，对。来，连接点了哈，你要再被打一次了哈。来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。真可怜。我不需要你的可怜，你才可怜的，你这个笨手。你干嘛啊？你唔免管。这样不要接的笨手，来卡，五十三的接，好，好了，五十三的嘉诚接你已经反应完起身了，你们俩正六级哈，起身就讲，起身就带话，不是啊，不是你，啊起身你给人家跑啊，对对对，起身就接带这句话，好，然后同学他一起身你就同时过来了 ，OK 好，嘿，王雅。就是大方的照，要给他十万块哦。会大方，会大方。抗争应该就还好。打我也没客气的、啊。同学，同学，你刚刚的位置，五四三二，你数一秒再过去那边。我五四三二，以后你帮我插到这里来就对了。OK。在那边不要换。哇，你别伤我啊！那我不给你留了。我，你，麦叮当。还用什么小瓶狂笑？终于录完这场灾难了。哦，好硬哦！你看，全身都湿了，从头淋到脚，衣服湿了就算了。凶手是谁？我忘记了。凶手呢，就是我们的饮料买小瓶一点。我也还好，我今天有准备新的内裤，真的淋到内裤，淋到内裤都湿了。因为他淋下来的时候，本来想说哈，就淋淋淋，就那个水就，你知道那瓶真的太大瓶了，那完全停不了，然后就一直往下面落，我已经快不能呼吸了，真的是不能呼吸，然后就在那里流流流流流，流到我开始发现，开始滴到鞋子，然后水就开始往内裤这样渗下去。我经纪人真的很聪明，真的叫我说，你记得带一条内裤。真的还好，而且还好，他们今天准备的酒呢是没有甜的酒，不然的话，我告诉你，我真的我回家都会被蚂蚁追着跑，真的。好，赶快去换吧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这样子，辛苦了。真的，我真的要谢谢王宇杰这么精湛的演技，让我就是一次 OK， 真的，不然的话我要领好几次，那怎么办？